选，那我们今天挑战它是有各种形态的，那一就自己选，我们看可以撑到第几件。好，好吧，那准备开始。这没有计时吧？没有计时，慢慢穿，慢慢穿。好，一定要把布料就是少的先穿里面。好，已经第二件了，女生可以穿一件上衣在身上。卖衣服啊？随便看哦。哎，这件怎么卖？哦，这件的话吗？你要试穿吗？来跟我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男，我是依。今天呢，来挑战看看女生可以穿一件上衣在身上，男生世界纪录是260件。我们这里可是那是 T 恤啊，T 恤。那我们今天挑战它是有各种形态的，那一就自己选，我们看可以撑到第几件。好，好吧，那准备开始。这没有计时吧？没有计时，慢慢穿，慢慢穿。好，一定要把布料就是少的先穿里面。好，已经第二件了。啊，第一世界纪录差了258件。目前的穿搭看起来有一点波西米亚风。第四件。然后像这一种有这一种饰品也拿掉，但这一种通通的也没有。哦，这一件是什么衣服啊？要记录这一件好强哦。七哦。七八，强到不行啊！像这一种的胸针也先不要。我慢慢会了，我懂节奏了，我懂那一种可以穿很多的节奏。聪明，都先选绑带式。九，这一件的扣子的那种。不行，这还是太厚。好，有扣子也会那个。要第十件了，目前看起来非常的轻松，赶快，等一下这件还可以，这就是我。我也要一起穿，哇，一挑衣服是世界无敌快的，他瞄一眼就知道穿不穿得上。你刚刚忘记量体重了，你要穿满量的。嗯，会不会呼吸困难？不会。好，胸闷而已。这一件本来在胸口已经穿到了肚子了。大家这样后面好像在卖缎带的。强，哇塞！我现在有点像不倒翁坐。你这上半身太重了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我觉得到100件是绝对有可能的耶！16，哇！是啥？这是什么奇怪的衣服？就这样子就好了啦。20！完了，我很怕你。20了吗？21，好看的。哦，哇！加油！你看，好像大婴儿哦。到最后已经开始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在穿了，超冷。好了，不要犯规好了。好变短裙的，好屌。认真感动，快40件了哎！等下去夜市走。没有，去卖衣服啦！我等下在卖衣服啊，随便看哦。这件怎么卖？哦，这件的话吗？你要试穿吗？来跟我一下。第几件的？38。40。17。太多。我们快要突破50件了，一加油！我觉得没有办法，这才50件。好看极限在哪里？我好想拿 BB 枪射你！完全不会痛，你加了好深。开场的时候不是很优雅。穿着一个白色的那个背心，好搭。我们现在挑战65件的，现在已经有点极限了。你看，一脸都红起来。我觉得我现在如果跌倒，应该是跑不起来。真的吗？来试看看。还可以啦。可以，来，你知道现在多重？56.6，哈哈哈，总共胖了16公斤，很像，能再加吗？很像不行了哈，65了，再加66大顺好，再加一点，感觉不太行，
哇，真好看啊，好像要快5年了。一，我们今天挑战的是66件，有人能破这个记录吗？等你来挑战，记得订阅，依依不舍，依依不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看腿，我腿都可以打了。你这样子应该打，这样不会痛，打打看。有感觉吗？这边超多东西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后面好了。好，大家看。时尚，很像一种怪兽，里面很多个人，它吸收了很多人。然后很多的灵魂在身上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